伫细汉的时阵，阮阿妈对我上好，甲上好的物件拢会留予我。伊嘛常常带我去游戏院，看人咧佚佗，看人咧办公会啊，看人咧美烧菜。伊常常甲阮讲，叫阮着爱好好啊读书。通大汉像恁老爸安尼啊狼狈哦，伫迄个时阵，阮拢听拢无。阿妈，你到底是咧讲啥话？大汉了后，才知影阿妈的话，我会甲永远永远藏伫心肝底。想着一步一步的过去，常常拢会予人真难过。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，在阮的心内，常常拢会想着伊。阿妈，你今仔伫倒位？阮在叫你，你敢有听着？阮的认真，甲阮的成功，你敢有看着？阮在叫你，你知影无？阿妈，你今仔过了好无？敢有人伫甲你照顾？希望后世。阿嬷呢，就是常常会带我到很多很多地方去。他就跟人家买菜的时候，或者买水果的时候，都会跟人家说：“啊，你生活太小了，我比我问孙家了。”他也叮咛我妈妈、我爸爸、我的家人，就说：“以后来去我馆吼，你忙给我考啊。”因为听我阿嬷的这样一席话，所以他们都会对我特别的照顾，对我特别的温暖。一步一步的过去，常常拢会予人真。